我是齐清华，我是中国首位 3D 画艺术家。我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创作 3D 画创作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大概画过了156张作品。10年里边呢，我的创作呢，都是使用着西方的这种 3D 动画的语言。我在今年的时候呢，我去到了迪拜参加展览，我就萌生了一种，我要使用中国绘画语言来创作 3D 画的这样一种想法和计划。这是我画的。这个也是我画的龙里边面积最大的一张。我也计划呢，未来要画100条龙。龙是我们中国一个精神的象征啊，我们号称都是龙的传人。在过去的10年里边呢，我的创作呢追求视觉立体。我最近的创作呢是在追求这个画面跟观众一种强烈的互动关系。